捉拿凤起舞，外面的人不准进来，有问题吗？天，将将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是出了名的破案高手。百老汇富贵山庄，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来路不明，心口癫狂，无故改始军务。两个要跟我记住啊，要注意自己的仪态。这是一副硌得慌不对劲儿啊！瞅你那没出息的样，喘着喘着不就习惯了吗？是不是，三哥？不许再叫我三姑，要叫宝战。一代战令，塔塔宝战，威风凛凛。要叫宝战，是啊，是三哥。哎呀，老子一脚啄死你！吵我着，你吵我着一天。这个随便下一点，不要太奢华哦。您稍后。哎呀，我说吴哥啊，梅林，你们两个晓不晓得？我为什么临开都花钱？也要要求上面把我调到这个地方来上任呢？这适合你大展拳脚，造福一方。你看人家平安镇的百姓那么幸福，用得着你管闲事啊？这可以让咱建功立业，升官发财。对呀，我告诉你们两个，大富大贵不如小富即安，大风大浪不如吃饱穿暖。是，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无为，就是啥也不干呗。而知，那咱来这干嘛来了？咱还不如回咱家老地方，是不是？你们俩够了，出谋篡官，没有格局。你看
看看这个平安镇啊，那么峡谷，那么平安，就适合我这种惜命的平凡人。阿觉退休，张哥，曹保重，那个，这新官上任三把火了，咱刚上任，是不是应该去干点什么？胡了，给你们两个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三天之内，把这个平安镇给我好好的摸个底。什么人？蛮横无理包容，什么人软弱无能好欺负，都快查清楚啊！哎呀，这是咱老本行，这个我们熟。哎，吃，来干。古而蒙动，近日获悉，朝廷派测使调查江湖违法乱纪之行径，所以传属提醒。切莫惹是生非，落人口实，带来杀身之祸，切记。我真的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东哥，你都回来了。知道什么呀？钱不重要。来，坐。我们开个会，三位长老呢，想听听你们汇报最近都干了些什么。给爹汇报，最近我上街讲评书，讲了很多江湖侠客路见不平劫法场打贪官的故事，听众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。麻烦东哥转达一下，我再接再厉。仨爹里边又没你爹的事，你在这管不乱？到这说。郭大陆，你这阴阳怪气的讲评书算什么本事啊？做人最重要的是实干精神。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说。比如说我吧，那个新来的保证曹三儿，他在审一桩财产纠纷案，审的那叫一个和稀泥。结果我一出现，我立马就给人家断得干干净净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有人让人心服口服。东哥，请你转告三位掌门。你这个没法转。嗯，燕七，动口不动手的事就别说了，说出来丢人。那你说，我，听你这意思，你还动手了？嗨。就昨天碰见吴二和梅六那俩不着调的，他们带着几个保丁在街上收那占道费啊，我在旁边跟他们理论啊，他们俩直接跟我动手了，我上你咱暴菜一顿。董哥，我说你最近吧，不是在家里躺着就是在教房里躺着，你应该学学我们奋起直追呀！你们，三位长老知道一定会气到吐血的。江湖正义嘛，对不对？不正义，对你说对。三位走之前都行了，别说了，自己看。三弟给我们写信了，一定要让我们低调行事，低调。你看看你们刚才说的那些破事儿，我们是江湖人士，他们凭什么管我们？江湖人士也不是法外之徒啊，那我们也没违法呀。不就是讲讲评书，管管闲事儿，打打乱收费吗？这合理的。跟你们明说了吧，派来这个人呢和我爹有过节，我爹非常担心他抓我们的把柄。明白。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老老实实韬光养晦，低调的跟个三孙子似的，等这个风头一过，你们爱怎么嘚瑟怎么嘚瑟。查案论法，捉拿罪犯，这可是我燕七毕生的职责啊！你现在让我低调，让我收敛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们都不配合是吧？行，那我只能行使山庄少主的权利了。什么权利？我命令你们从明日开始对我们山庄进行大扫除。什么？一无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还一无不扫？没有用啊！我不扫扫地，就这么大一点，无关小时功德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拘小节。这个大扫除啊，也可以让你领悟到江湖的奥义。不敢干。那我就给三爹写信，把你们分配到西北分部去劳动锻炼。你拉倒。
大陆，你，哎呦，我这个，行了，都怕了吧？习惯了，别废话了。没错，天天什么都不说。拿好你们的武器，明天早上大扫除。来，嗯，哎我去你的吧！那么勤劳，你看他，反了你们！东哥，我跟你直说了吧，我受够了。太平，我看你是皮痒了是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还不明白吗？你不服管，我就不能让你好受。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有威信啊？凭什么你说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执行啊？三位长老把山庄交给了我，我就要对你们每一个人负责。那个我，我觉得栋哥说的很有道理。栋哥，管是可以。但是这老大的威信可是靠身体力行一点一点积累来的，并不是说你躺在床上你发号施令，这是不是有点难以服众啊？哎，燕琪说的有道理。大陆，你先别说话。燕琪，你也想挑战我的权威了？老栋，你别把我们对你的尊重当作软弱。我是为你们每一个人好，不服我管就滚蛋。你再说一遍，走好不送。太平，太平，燕琪，你服吗？我不服。郭大陆，我现在要去找林太平，你表态吧。大陆，你站哪边？我站栋哥这边，但是我得陪他去找林太平。跑这么快没影了，哪儿去了？那还用说吗？太平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以我判断，就他这脾气肯定出城了。那还得了啊，这么仓促，身上没带钱，他熬不下去啊。走去找他去。啊。行了，太平，酒也喝了，菜也吃了，气也气过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合着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你还要赶我走啊？王栋的方法确实有待商榷，但人家是为了你们好啊，别赌气了啊！我就知道你向着他，不向着我。那你也别在我这儿待着了，哪凉快去哪儿。不，你就是撵我走，我在外边我也找不着地儿。你，哎，红姐，红姐，干嘛？我求求你了。你就让我在这儿待几天不行吗？不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走，我这就去山庄让王栋拖你走。哎，别，你千万别告诉王栋，你就让我在这儿消停几天。不是，你看我这手，这是干粗活累活的手吗？这要是破皮起茧的也就好说了，这万一要是伤筋动骨，我武功再废了，我爹将来还让我干掌门呢，这以后江湖还指着我呢，对吧？嗯，啊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当然关你的事儿了，红姐，我在你这儿不白待，我点最贵的菜，我喝最好的酒，回头你就记在我爹的账上，他最后一定还你。我真拿你没办法。那你在这儿待着吧，一定替我保密啊。小草，哎，上一壶好酒。好嘞。哎，小草，再帮我加俩，直接帮我炒一本。据可靠消息，负责调查平安镇的是这位冷姓特使，与为父曾有过节，所以尽量回避，能不招惹绝不招惹，诸多隐情，见面细谈。平安镇，
特使大人，人员已经就位，随时可以行动。百老汇，富贵山庄，这次我要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去办吧，明天早晨麦记饭庄见。是。麦老广，你找死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打死你！我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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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什么话？你还打我？别打了，别小杨，别打了！小杨，救我！哎，干娘，别打了！你要是不让他，哎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要是不让他的话，把你爷俩一块轰出去！哎呀，小杨，小杨不能让，我不管。哎干哎呀哎呀干你哎别人家两口子啊都是小别胜新婚，你们这久别重逢啊就朝死里折腾，这叫怎么回事儿？他血口喷人，他居然说我在外面有野男人。哎呦干爹，你长本事了，这么说我干娘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我听见他在梦里边管人家叫打虾，还说让人家不离开他。我这么说的？干娘，你还有这本事？那还不是由着他说。张崔运啊，张崔运，我今天才明白，为什么分店开着好好的，他就说谎都谎了呢？哼，怕是你拿着钱到外边养野男人去了吧？怎么着？哦，大侠不要你了，你回来找我这个接盘侠了。但是接盘侠也是侠呀。你给我闭嘴。哎，干娘，你实话实说吧，你那个梦里的大侠是哪路大侠呀？我把话说明了吧，我心里是有个人，但那都是咱们俩认识之前的事儿了。张崔运的张崔运，我麦老广达娶你那天，你自己摸着你自己良心问问你自己，哎，我是不是对你百般呵护，嘘寒问暖，俯首帖耳，唯命是从？把你捧在手心里我怕摔着，把你放在嘴里我怕化了，可你呢，跟我过着日子，你梦里边想着别的男人。你我都说了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咱们俩结婚之前的事儿。哎，我现在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我现在已经拿定主意，你爹好好过日子。你听见了吗？你跟我结婚八年了，你现在才拿定主意跟我好好过了啊？你想好好过日子了，我还不想着呢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还就休了你。说什么？你还要休了我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胆大了是吧？你又来了是吧？说一遍，你窝囊废，你再说一遍。谁窝囊了？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？我告诉你，不仅要休了你，我。我还得修理你，我！哎，干爹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我躲开，不能，我不能打，不能打，躲开！躲开就躲开！我，哎呦，哎呀！我活的怎么这么憋屈呀？小丫，看见吗？这就是你爹的男人样。可偏偏我就是个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没有离婚，只有丧。我认命，休妻二字，等你白说。小杨，哎，小杨啊，
人家张翠玉，好端端的做什么春梦呀？江洋大盗、偷心贼，张翠云呢？张翠云，我处处都宠着你、哄着你，可你呢，早知道欺负我。自打十年前遇见你，我就好像丢了魂儿一样的。完了，你还嫌弃我？嫌弃我窝囊？现在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跟我丈夫麦老广好好过日子。你没事跑我梦里浪什么浪呀？哎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都往后退。统计核实之后，大家挨个认领。哎，我说路人甲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还看不出来？凤起舞有出手？这都是凤起舞偷的，偷完还不拿走，全扔大街上。哪个是你家的？过来登记。老总，那个蓝色盒子是我家的。终于走了，我刚才行了，漏了。我没偷啊。季武，出去走一走，这可是冲出江湖了，又开始祸祸别人了。不行，麦老广
既然你都决定要改邪归正了，那都应该坚持到底呀。掌柜的，胡子不在，要吃饭，等会儿。大胆！你们就是这么招呼顾客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家掌柜的出门买菜了，您稍等一会儿。恶水出刁民，要不是怕暴露身份，本官一定把这恶夫抓了严办。事儿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属下依照您的吩咐，昨天带着两个归顺的惯偷，仿照凤西吴的手法，把所有从镇上偷到的东西都运到了富贵山庄，已经坐实了四少侠包庇凤西吴的嫌疑。那这两个惯偷怎么打发啊？让手下带走，就在路上做掉。为什么有赃物扔在街上？凤西吴自己就喜欢偷完东西到处扔，炫耀战绩，属下也就将计就计，扔了几件。现在整个平安镇，包括周边的镇子都知道，凤西吴开始作案了。你确定能把这脏水泼到富贵山庄？我用目击证人的身份写了一封匿名信，送到了本镇保证朝三那儿去。信上说，凤七吴已经跑到了富贵山庄，等他们带人去搜查的时候，咱们就给他来个移花接木，让他人赃俱获，百口莫辩。哦，哎，这个朝保证办事能力如何？尸位素餐。别给我转去，我听不懂。混吃等死的笨蛋一个！你骂谁呢？我说的是朝三啊！我已经用上方的名义写了一份假期文书，勒令他们快速办案，要不就革职查办。大人，属下有一事不知。您要做局陷害富贵山庄，为什么要选择凤西吴呢？这个凤西吴当年偷过很多朝廷命官的财物，百老汇要是跟他扯上瓜葛，哼，够他们吃一壶了。可是这个凤西吴已经近十年没有音讯了。要的就是没有音讯，死了才好，死无对证，方便作曲。大人高见。这样，你去把那两个罐头给我做掉，别让我不放心。遵命，大人也要隐藏好自己。免不得，包袱留下，走吧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
客官好。主殿。啊，主殿啊，那您这边请，给您登个记。哎。举报信，这凤栖梧现身作案之后，这柳琴富贵山庄了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犯，下面来的公安，我们才杀人几天啊，哪里有那么多事啊？这个是什么鬼的平安镇吗？平安个鬼哟！哎，包壮大人，你就给我们念念这个信上的内容。俺俩识的字都不多。这个下面说，下面来了一个姓懒的特使来巡查，他听说了凤栖梧的案子，要亲自督办，勒令我等要查出凤栖梧的藏身之地，如办案不力，就地革职。哎，我说执行你们给听懂了？革职？这革你还是革我们？那还不是一样的？我们三个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革了我的职，你以为你们能升保证啊？哎，能吗？能吗？能吗？你说能吗？啊，那就去那个富贵山庄去查他个底儿掉。你还真是聪明啊！你有病啊你啊！查富贵山庄，万一什么都查不出来，你还混不混了？哎，三哥，万一要是查出来，咱仨不就都升官吗？升官？革那个瓜才，你要不要？哎，你懂个屁！还利民性。匿名，那啥意思？就是说他不敢写自己的名字了。哎呦，真卑鄙！那要是这个人不敢出现，那凤栖梧查在哪里，不就是我说了算了吗？没错。你们说。凤栖梧昨晚二之后最有可能查克哪节课？那个薛大嫂的染坊。那个婆娘一发起飙来，又是拿头发，又是抓脸。李院当铺，那是阴损班雇佣公司的地盘。哎呦，谁不行，哪不行？那咋样才行嘛？三哥，这个凤栖梧藏在哪儿，就你说了算啊。哎，你们说，整个平安镇。谁叫老师，谁叫窝囊，谁被我们欺负了之后连屁都不敢发一个。麦老光，对，我们就去抓他，拿他。他是不是凤栖梧不要紧，他有没有藏匿凤栖梧也不要紧，只要他怕了，他软了，那我们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餐会照吃，那个什么什么会照拿？跟着三哥又吃又有喝。来啊，到麦记发抓查。是。都不许动！不是，曹保证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给我刻楼上，刻楼下，好好的给我刻松！有。来干嘛？让座，大人。这帮饭桶不去富贵山庄讨个证来干什么？上楼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们，不是，曹保证。你这是什么症状？你看我干什么呀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不清楚。昨晚那么大症状你不知道？什么症状啊？不知道啊。装傻。昨晚凤栖梧把平安镇掏了个底朝天，杂物堆满了大街。有人写举报信说亲眼看见他跑到麦记饭庄躲起来了。所以要么你就是凤栖梧，要么你就有窝藏凤栖梧的嫌疑。哎呦，不是，我说，赵保证，你可不能胡说呀！啊，你看，
我还成了凤栖雾了。那我要是凤栖雾被你们抓住了，那是千刀万剐的罪过呀！啊！哎，凤栖雾在我们店里呢。嗯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在哪儿呢？什么意思？你就不求好？我乐意。哦，你能把凤栖雾剐了，你还能把我剐了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别废话。告诉你，小丫鸭小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麦小圆。麦小圆，凤栖雾就在这个店里面，你帮我把他找出来，有赏哦。得了吧你，乔三儿，就你那个脑子，都记不住名儿，还敢保证呢？来，谭哥，谭哥，嗯，这是这个店的住客登记簿，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。全是些没有什么名头的外地人，是吧？好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不准一个人走出这个饭庄，我要封锁这个饭庄，好好的查一查这个嘴屋子。你怎么能这是？来，站住！你们都给我下来！你不是欺负人吗？你怎么还摔东西？你们都给我下来！回去！闭嘴！回去！站住！哎，借过借过！不许他们出去！快走！站好！索尼呢？哎，别碰我！哎，待会！哎呦我！哎呦！嘿，放肆！回去！我还治不了个你了，都找了一个晚上了，啥都没有找到。是啊，我说什么了啊？说什么了？门外地今天这么热闹呢？哎呦，咋那么多人？来壶茶。哎，谢谢小杨。董哥也真是的，太平长这么大，哪受过这份气啊？那我就受过这气啊！我们出城门找了整整一个晚上，林太平的影儿都没有看见呢。要我说，他要是不回来，咱俩在外面待着得了。但栋哥不能这么较真儿，大家都是兄弟嘛。你傻呀你啊！我们把他当兄弟，他把我们当催吧，你知道吗？喂，你也没那么行。喂，冇看见我这天在干仗义事个？你干你的呗，你干什么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真是，聊我们的没耽误你是吧？那老公啊，哎，我们在这暂住几日，先记账，我们冷静两天再回去。行，二位少侠呀，今天。都对不住了，这店是住不了了。晁保正把这儿给封了。哎，你俩在这儿呢，别赌气了，跟我回去吧。谁跟你赌气了？当个老大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爹们刚走就滥用职权欺负我，弄得我们四分五裂，我们不回去，对吧？对，栋哥，我们就是出来散散心，没跟你赌气。郭大陆，你站哪头呢？我这次站你这边，仗义吧？行，你俩在这待着吧，啊，看着他，别让他闹事儿啊。放心啊，栋哥，你小心点，别绊着啊。不许跟他说话。关门！外面的不许进来，里面的不许出客。哎，这怎么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乔三儿，来，你坐这儿。你们这舞刀弄枪的干什么呀？本官要封锁发抓，捉拿凤栖雾，外面的人不准进来，有问题吗？捉拿凤栖雾干？我没听错吧？你在这儿找凤栖雾？对，二位少侠，你是不知道，他还说我都是凤栖雾呢，这说我要不是凤栖雾，就我就是魔苍凤栖雾的人呢。你说我是一个厨子，除了做饭就是看店的，我也不敢说的。二位少侠，帮帮忙！乔三儿，
我说你这脑洞也够大的呀！啊，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这个凤七吴还跟卖祭饭庄扯上关系的啊？我们有目击者举报，我看你是想讹钱。我，麦老广，你放心啊，只要我俩在，一分钱也讹不走。我说，板瓜是哪里得罪你们了？你们为什么非要为难板瓜嘞？你要是干的都是正经事儿，我们干什么要为难你啊？我现在就是在干正经事，我要封锁饭庄，我查案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好厉害的呀！你收拾我！收拾我！收拾收拾收拾！今天我们处长把我扔掉，把我扔掉，就在这儿，处长，来吧。哎，诸位大人，诸位大人，刚才是误会，能不能那个让小人先走啊？谢谢。老爷桌上还忘了问了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哎，过客，过客。回去老实待着去。刚才跟谁？刚才跟谁？怀客。哎，怀客。欺负老实人就太暴力了。五二，清点人员，把好所有的出口。谁敢逃离现场，即刻捉拿！哎呀，稳住了啊！不怕了，这紧张，太不讲理了！咱们怕了啊，稳住了！还真是，你看我这也没法做生意了，这住口！本官要审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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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审案。